穿越繁华，只为天边那一抹彩霞。散去流沙，笑脸大千如花。强逞凶，捉我儿孙，杀我皇室孙，今日你落在我的手里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嘿嘿，你跟我说话呢？嘿嘿嘿，哎，依你该怎么说？我知道你是铜头铁身，伤不得你，但是要伤你的师父师弟，那可不难啊。不是，你错了，你的孙子抓是我抓的，杀呢是我杀的，与我师父师弟何干呢？再说了，你都长九个脑袋了，你怎么一点人事都不懂啊？啊，你的英雄气魄在哪儿呢？嗯，英雄气魄，那我孙儿的仇就不报了吗？哎呀，你那孙儿就该死，他贪人宝物，为恶一方，死有余辜啊。啊！好个泼猴，还敢嘴硬！我今日也不杀你，我要慢慢的折磨你。小的们，选些结实的狼牙棒来，狠狠的打在这个猴子的身上，让他皮开肉烂，给我黄世孙报仇！打！我气他一个白石像啊！一切过往，明天就该轮到你了。来呀，我要把你们一个个的挨个打！嘿，那后天就轮到我老朱了。怕什么？小子们，给我打！朱子，你若喊我一声元生爷爷，我就叫他们不要打了。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哎呀，别打了，我喊，我喊。元圣孙子，你来呀，给我打。我狠狠地打，打到明天天亮，打死他，打到他求饶为止。走，饶我吧，孙子，孙子，孙子。是，好，哎呀，今天啊呀。陛下，那猴子正挨打，不是因为此事非要打他。打他多少？哦，300鞭子。让他长了记性才好，这回肯定长记性了。这也是历练，修行是一件苦差事啊。哎呀，这其中的滋味，他若修得正果，或许就明白了。Mm-hmm.
悟空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大师兄，快来救我！来救我！救我！快把我解开呀，猴哥！二师兄，不要喊！你这个呆子，你别喊！是何所在？那妖精是何来历？快说！听我说，大圣，此山唤作竹节山，那洞唤作九曲盘桓洞。盘桓洞原是六狮之窝，那六个狮子啊，自得老妖至此，就都拜他为祖。那祖翁乃是个九头狮子，号为九灵元圣。说是从东极妙岩宫而来。极妙岩宫，其他小神也不知了。难道是太乙天尊的九头狮子？天尊，天尊，天尊！大圣，这几年不见，闻你气道归佛，保玄奘西天取经，想是功德圆满。嘿，功行未完，却也将近。想是大圣有事前来。不瞒天尊，老孙此番前来正是有事相求啊。何事请讲。那九头狮子可在府上？在呀、啊、大圣问他何来。嘿，若真在的话，请领出来一见呢。师奴何在？这师奴在狮子房昏睡，那九头狮已经不见了，把他唤醒，叫他起来。哎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天尊饶命，天尊饶命！啊，大圣在此，且不打你，你快说，为何不慎走了九头狮子？爷爷，那日。在大千甘露殿后，遇上了太白金星，他送了我一瓶酒，吃了不觉沉醉睡着了，因此失于拴锁，所以让他给走了。那酒是太上老君的轮回琼液，你吃了该醉三日不醒，那石兽应走了三日了。不对，这太白金星是存心的吧？天宫里一日，在凡世就是一年。大圣既找上门来，当知他的所在了。哎呀，我当然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呀在下界为妖，抓了我的师父师弟，还有天竺国的玉华王父子，逍遥快活呢。还请天尊去收服于他。你且起来，饶你死罪，跟我与大圣去下方收他回来。谢天尊，谢天尊。哦，
天尊，你看日之空曹。大圣，大圣啊，汝等护佑，可曾上我师父？大圣，这妖精怪得很，来此地三年却未曾伤害性命，如今妖精生气睡着了，更不曾动甚刑罚呀。我那元圣儿也是一个九修得道的真灵，他喊一声上通三圣，下彻九泉，从来不伤生。大圣，你去他门首所站，引他出来，我好收之。好好好，俺老孙这就去叫阵。哎，你这只瞎脸的臭狮子，还不把我师父放出来。你这个臭狮子，只闻其声不见其身，你吓死我了。你这个臭猴子，昨天没抓住你，要是抓住你，我扒了你的皮，抄了你的筋，喝了你的血。好，来啊来啊，孩儿们给我上。你这只瞎脸的臭狮子，你还想扒我的皮啊？你看看那是谁。快跑。别走别走啊。孽畜，还不现出原形，过来受罚。叫我受罚。师奴，你别打他，你若这样打他，他怎能不跑啊？他之所以下来作乱，可见都是你打的，你就饶了他吧。他如果再不听话，你要打他，那老孙就不管了。大圣，既已收服，我今就回去了。大圣保重。有劳天尊了。慢走慢走啊。师父，走。师父，走。长老，告辞。路上多加小心。师父，走。路上小心呐。我们走了。路上小心。走。师父，再见。走了，走了。再见啊，回去吧。再见，师父，一路小心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再见。再见了。太白金星，你这个老官儿！你个臭猴子，叫你好为人师，是是是，全是师。再见，师父，再见。师远迎，罪过罪过，岂敢岂敢。哎呀，大唐长老真是好相貌啊，方丈过誉了。我听弟子们说，你们师徒是要去灵山礼佛求经。正是。好好，你去准备斋饭，你们几个帮长老牵马挑担，快去。长老请。请。此处乃金平府。哦，那贵府至灵山还有多少路程？此间到都下有2000里，
西去灵山不知还有多少。如此多谢方丈舍斋，等吃罢了我们就走。长老今日且请宽住，等过了元宵佳节再去不妨。啊，怎么此处也过元宵佳节啊？本郡居民与大唐商旅来往颇多，因仰慕大唐风采，故也有此风俗。弟子这一路只知道有山有水，怕的是逢拐逢磨，把光阴都错过了，几乎把元宵佳节都忘了。此风俗已延续500年，若有缘还能看到佛菩萨显灵现身呐。可是真的？百姓们都是见过的，我们金平府年年风调雨顺，都是菩萨眷顾的，贫僧不打诳语。灯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圣僧请随我一同观灯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师父，怎么了，悟空？你怎么停住了？为师这十几年来，都忘记元宵佳节了，所以一时有些恍惚，故而走神。师父可是想家了。既是出家，又哪里有家？既然无家，又何谈想家呀？嘿，师父，出家之人亦可处处为家。处处为家，想亦非想，想亦是空。是为师执着了。好。师兄，你做什么呢？不知道那广寒宫今夜是何等的光景啊。哎呀，关咱何事？我说不要看月亮，看月亮会惹祸的，就看看灯，看几盏灯就可以了。你这个傻老黑，你敢旧话重提？我砸你个琉璃盏，我砸出个万箭穿心呐！是你先提的，不讲理。每逢佳节，倍思亲。真是太奇怪了。等等，乡亲们，注意火烛，不要拥挤。一会儿若是佛爷显灵，更要有秩序，就地跪拜即可，千万不要惊扰了佛爷。我金平府富庶安泰，都仰仗三位佛爷恩顾。大家点起焰火，佛爷在上界就可以看见我等的至诚，必会垂青下界，施恩于我等。老沙，你也看呆了啊？大师兄，如此这般热闹，你看，圣僧，请看这边，这灯可真漂亮。是啊，那边还有更好的呢。师兄，你看那边。你又看呆了吧？啊，赶紧走啊！请走，还没看够呢吗？你这呆子，走。走。此灯点的是什么油啊？怎么如此异香扑鼻？这是上好的苏合香油，没有掺一点其他的杂油。这也是我金平府的特产，这油每两价值文银2两，每斤值32两银子，
三盏灯每缸有500斤，三缸共1500斤，共该银48000两，还有杂项绞缠使用，将有50000余两。哦，乖乖，这么贵啊！啊，这都是我金平府百姓，无论富商巨贾，还是平民百姓，或多或少自愿捐助的。来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大游拜佛呢。这金平府少说也有1000余户人家，却没有一家用蚩尤掺假。我金平府得佛菩萨恩典，个个学佛拜签，笃诚信义，真也是菩萨的功德所致啊！阿弥陀佛，你走啊，快走啊！那这些油，怕是要点上个把月啊。不，3日一定能点尽。哦啊！这么多的油，3夜如何点得完呢？这缸内每缸有49个大灯马，都是灯草扎的把，裹了丝棉，有辫子粗细。只点过今夜，见佛菩萨现了身，明夜油也没了，灯就昏了。像是菩萨闻的这油香，连油也都收了去啊。师父说对了。满城人家自古及今皆是这等传说，但油干了，人据说佛菩萨收了灯，自然五谷丰登，若有一年不干，那就风不调雨不顺，所以每个人家都是这么贡献的。哦，那如此说来，菩萨岂不成了贪贿之人了？悟空，休得胡言。哎呀，长老真是有人缘呐。风来了，该是菩萨来降祥了。下跪。快跪下，千万不要得罪了菩萨。师父赶紧起来，他们是妖仙。悟空休得胡说，这菩萨岂有假的。哎呀，师父老孙哪一次看错过。起来，这八戒，你们三个到底是谁？再不现形的话，老孙可就不客气了。你们这些和尚快跪下，跪下。他们只能愚弄你们这些百姓，还能愚弄俺老孙。俺老孙的本事大得很呢。哎呀，师父啊，中间是阿弥陀佛，右手是观音菩萨，左手是大势至菩萨，怎么能是妖怪？不是菩萨。哎呀，他们是妖怪。师父起来。悟空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师傅呢？师傅呢？师傅刚才就在你身边，你都救不得，你怎么反过来问我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、你们不要吵了，那菩萨手真快。哎呀，他们假装菩萨，他们都是妖怪。一个和尚还不跪下，快跪下！哎呀，他们偷吃你们的贡品，你们竟然还供他们当菩萨？哎呀，中间那个是阿弥陀佛，右手是观音菩萨，左手是大势至菩萨，怎么会是妖怪呢？这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真的是妖怪，要不然那个观世音菩萨他捡了俺老孙，肯定不会叫我那和尚。对对对，是不是从来都叫你猴子的？对呀。去。哎呀，师父啊，出家人可莫打诳语呀。这好好好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信是吧？那今天我就把菩萨叫来显灵给你们看一看。我现在就叫
菩萨，他们到金平府了，这劫是难逃啊！你去把洞门关了，若那猴子找我，就说我不在。遵命。菩萨睡了，他们把我师父弄到哪儿去了？这是你们把我师父找回来！对呀，你们叫个猪啊！哎呀，他们是妖怪，妖怪！师父，你们这样不可以呀，不可以呀！你们肉眼凡胎，你们咋认的？你能叫来菩萨，我还能请来如来呢？一派胡言！就是这个和尚，还拿着棍子指着佛爷呢。惹恼了佛爷，怪不得佛爷掳走了你师父，活该！你们我们年年供奉佛爷，方得太平啊！如今呢、啊，你得罪了佛爷，必定连累我等百姓啊！就是我看啊，他尖嘴猴腮，准是妖怪！对对对，是妖怪！妖怪！你们是妖怪！住口！你们，你难道还要打我们？谁要打你们？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真是妖怪！妖怪！我们看见的都是佛爷，祖祖辈辈看见的都是这佛爷普度众生，保我金平府百姓安居乐业。这个老头，若是你们这和尚惹怒了佛爷，我们全城的百姓绝饶不了你们。老头，我跟你们说不明白。你当然说不明白了，我等皆是白衣，还如此供奉你，既是佛门弟子，为何要冒犯佛爷啊？你是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他们真的是妖怪！诸位，此事皆由老衲一人而起，是我请大唐高僧来关灯的，大家给我个面子吧。哎呀，小师父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既然说他们是妖怪，那必然就把妖怪他们带给大家看看，大家才信。就是啊，对呀，你说妖就是妖啊，无凭无据。好好好，这个容易，你们放心，俺老孙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，让你们知道他们就是妖怪。嘿，你们等着。站，会飞了不起呀、啊！是啊，我看他是妖怪。一伙的，他们一伙的。没错，他们是一伙的。我们不是妖怪。那三个才是妖怪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不是妖怪，真的不是妖怪，他们才是妖怪，他们是妖怪，要紧啊！快，你们快跑！你们还会说别的话吗？这么长时间不曾用着你们，你们一个个都懈怠了，不在暗中保护我师父，都上哪儿去了？哎，大圣，你师父宽了禅性，在金平府慈云寺的佛塔上瞬间动了凡心。又在灯会上贪欢，所以啊，太极生痞，乐极生悲，今被妖孽捕获，也该有此一劫。是啊，我呸！我师父该有一劫，那你等就在天上看着不管。哎，大圣言重了啊！你师父身边有护法伽蓝保着呢，我等知大圣连夜追寻，恐大圣不识妖怪的山路，所以特来向大圣传报。是啊，这还差不多。赶紧说，那妖怪住在哪儿？大圣，此山名为青龙山，内有洞名玄鹰洞，洞中有三个妖怪，大的叫碧寒大王，二的叫碧鼠大王，老三叫碧尘大王。这妖怪在此已经有千年之久了，他们爱是金平府的苏和香油，当年成精之时到此假装佛像，哄了金平府官员人等，设立金灯，灯油呢就用苏和香油，他年年到正月半变成菩萨来收油啊。逮就逮了，怎么说，难不成还乖乖的给他送回去吗？哎，也不是说送就送，咱们得像个万全之策呀。你我兄弟三人当年来这青龙山修炼，早已发下毒誓，不伤人不害命，不惹天不惹地，只是好好的修炼，
早日得道升天。哎，这话又说回来，这孙猴子哪里是好惹的？玉帝拿他都头疼，搞不好咱这老窝都让他给端了。二哥，这都怪你。你说你要教训那猴子也就罢了，怎么就一转手了，把个唐僧给抓回来了？谁让那猴子用棍子戳我的手，我让他白打？你倒是没空手回来，你可知道这实在是烫手的山芋啊！那怎么办？哎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唐僧也是十世修行的高僧，吃了他，省得山中苦行了。胡说！哎，三弟呀，你好糊涂啊！我们若伤生害命，还修行个什么？啊！别忘了，你我咱们从前发过毒誓。反正我不同意你把唐僧就这么送回去。那孙猴子一点礼数都不懂。他过咱们的地界，为何还要坏咱们的好事啊？他若想要回唐僧，就得给咱们兄弟磕头谢罪。否则没戏。对，没戏。哎呀，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这又何必呢？事情搅大了，对你我又有何好处呢？依我看呐，我们还要在此处继续修炼，就得找孙悟空，跟他好好的商量，慢慢的商议此事。什么？找他商议？那咱们兄弟的脸往哪儿放啊？对，没错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啊，那猴子能跟咱们商议吗？他那根棒子真够瘆人的。我看那厮不是个讲理的，我看他师父倒像个讲理的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是你爷爷孙悟空。孙悟空？谁爷爷？你爷爷。我是你孙爷爷呀。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，开门。长工，长工，长工，回事啊？长工，你看，你是谁啊？敢在这儿大呼小叫的？我你们都不认识啊？你说什么？一看就是没有前途的妖怪。什么前途？我告诉你们吧，我不知道。听清楚了，我。中土大唐取经的圣僧，唐玄奘之大徒弟，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。孙悟空？什么空？你不认识？再说一遍。你们说，你们真的是没前途了。什么是前途？呀，气死我了！我叫孙悟空叫你们大王出来，早点送还我师父，饶你们不死。要不然的话，死我就糊剥了你们的皮，然后把你们炖牛肉来吃，知道吗？大王，大王，祸事了，祸事了！大王，门口来了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，说他要他师父，否则就要炖牛肉吃啊！什么名号？他说他叫什么什么什么空？笨蛋！他是孙悟空吧？对，是孙悟空。大哥，这孙悟空还真有本事，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。找上门算什么本事？跟咱过过招，赢了那才是好汉。对，咱们出去会会他。走，慢，慢。要我说，我们还是坐下来商议商议的好啊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也太怕事了，还跟那猴头商量什么？我就不信我们三个打不过他一个。咱先打吧，打不过再谈也不迟啊。好，兄弟，刀剑无眼，还是要多加小心呢。好，小子们，抄家伙，走，快！我给您捶捶啊！什么叫有前途啊？一看你这个头啊，就是考虑问题太多，这毛都掉没了。毛都掉没了。我告诉你们俩啊，这前途啊，
就是傻子。哦，大哥大哥，我们家大王有没有前途啊？他就更有前途了。是谁敢在我这里吆喝？是我。哎，妖怪，认得老孙吗？啊，你就是那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。是文明不曾见面，见面凶杀天神。原来是这等猢狲，敢说大话！我呸！我把你这个偷灯油的贼油嘴妖怪解了，你爷爷还敢嘴硬？还我师父来！谁是偷油贼？三个丑心牛精轮流替换着挨打是吧？爷爷，我现在口渴了，我要去找点水喝，回头再给你们打啊！你们等着，你们等着，别走别走。慢着，大哥，这厮也不过如此，再打一会儿就将他拿下了。就是嘛，兄弟，这个猴子可不是好拿下的，何况他还有两个师弟，那俩原是天神呢，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咱们再做商议吧。啊，哎呀，真是的。菩萨，大圣，菩萨有事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菩萨闻声救苦。哪里有苦就到哪里。哎呦，我都快苦死了，我嗓子都喊劈了，他怎么就不理我呀？菩萨，你在哪儿啊？菩萨，定是有人比你更苦，嗓门比你更大的，所以就先到那儿了。啊，哎呦天哪，真的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。我嗓子都快喊冒烟了，菩萨，出大事了，菩萨！大圣莫急，菩萨肯定有大事绊住脚了。有人变成你的模样行骗，你管不管啊？站住！哎呀，有事好商量，有事好商量啊！什么事儿啊？老皇上，你好糊涂啊！这样的假和尚你还把他留在寺里？赶快找出来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找出来，我慈悲为怀，总不能坐视不管吧，是不是啊？老方丈，你绝不能再留他们待在慈云寺，如果再留休怪我们无礼了。对，施主莫急，有事好商量吧。施主莫急啊。来人了，不好了。来人呢，出事了。哎呀，施主，这是扒咱们皮来了。你看那猴子，打就打呗，看把咱们连累的，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大师兄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吧？他能看见妖怪装菩萨不管，他倒管了，师傅没了。
老张，咱们打出去吧。这是老百姓，咱们不能动手。猴哥，大师兄，你可回来了。八戒，你出来。你躲什么躲？大师兄，快看，那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走，大师兄。猴哥，要打是吧？我去抄家伙。哎呀，打你个头啊！大师兄，你看这，去解释解释，快点！哎呀，各位施主，各位施主，哎呀，有事好说，有事好说啊！哎呀，唐长老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师父呢？